李瑞恩一连两场的慈善演唱会这晚开唱，不少圈中的好友捧场及做嘉宾，连歌神张学友也是表演嘉宾之一。不过这位歌神就被小恩自称作为是财神，因为第一个去找他去外地演唱的就是学友啦。其实小恩只是我少数的演唱会里面的嘉宾，其实我在后来呢我都好少找嘉宾。哦，多谢你啊。我很想找很多钱啊，搵晒我啲钱啊嘛，即系自己唱晒系嘛？梗系啦，好想话俾你知啦，小恩姐把声好靓，咁啊，亦都系其中一个喺我觉得同我把声好夹嘅一个女歌手嚟嘅。多谢，有机会我哋可以再唱歌。系你叫我走咗，想唔想带埋？想唔带埋啲细路出嚟一齐唱？好啊，好嘢，我哋都唱得两嘴。都得噶。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残留过遗憾，脑海的归音，不过曾跟你仍是亲人。无穷的深海，永久不息的尽，苦与乐。人在纯真的心，仍爱你太多，幸福的两人，封印中给你无尽遗憾，人潮滔滔过，仍然用心。除了学友之外，小恩子的好友关淑怡、苏有康、唐宝如、刘晓慧也一一现身支持他哦。不擅长舞蹈的小恩子更请来了舞王张力基一起比舞呢。